好，我们准备要开会了，请媒体可不可以把前面空出来，以例会议进行，谢谢。对哈，是吗？这个一定根据签到单来。这是第二次。好。报告联席会议，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经济二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11月23日星期四9:01至12:03、12:39至17:32，地点群贤楼801会议室、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萧美琴委员等27人，列席委员钟嘉宾委员等56人，请假委员周成秀、霞邱意莹，列席官员劳动部部长林美珠等相关人员，主席林召集委员静怡。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经点名表决，委员徐永明书面提案后，议事录确定，委员徐永明书面提案一案经表决不通过，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点名表决结果，赞成者陈一鸣、徐志荣、许淑华、孔文吉、张立善、李彦秀、蒋万安及陈超明等8人，反对者萧美琴、苏志芬、陈明文、陈曼丽、吴玉琴、邱泰元、黄伟哲、黄秀芳、苏正清及陈莹等10人，赞成者少数，提案不予通过。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6案，委员陈一鸣等14人进行程序发言或会议询问，处理程序动议4案后进行逐条讨论，委员陈一鸣及蒋万安发言讨论第24条有修正动议2案，业经宣读，另有印发单位宣读之第24条，委员徐淑华等5人修正动议1案；第32条，委员陈曼丽等3人修正动议1案；及第36条，委员吴玉琴等3人与陈莹等4人修正动议2案。修正动议一，委员林淑芬等5人所提第24条修正动议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二，委员陈曼丽等3人所提第24条修正动议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程序动议一，委员蒋万安等7人提案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决议，本案在场部分委员有异议，主席宣告进行点名表决。表决结果，赞成者陈一鸣、徐志荣、徐永明、许淑华、孔文吉、张立善、李彦秀、蒋万安、陈超明及王惠美等10人，反对者萧美琴、苏志芬、陈曼丽、吴玉琴、邱泰元、黄伟哲、黄秀芳、陈莹及杨耀等9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二，委员蒋万安等6人提案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决议，本案在场部分委员有异议，主席宣告进行点名表决。表决结果，赞成者陈一鸣、徐志荣、徐永明、许淑华、孔文吉、张立善、李彦秀、蒋万安、陈超明及王惠美等10人，反对者萧美琴、苏志芬、陈明文、陈曼丽、吴玉琴、邱泰元、黄伟哲、黄秀芳、陈莹、高志鹏及杨耀等1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予通过。三，委员许淑华等8人提案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决议，在场委员无异议，本案通过。四，委员徐志荣等8人提案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决议，在
本案在场部分委员有异议，主席宣告进行点名表决。表决结果：赞成者陈一鸣、徐志荣、徐永明、许淑华、孔文吉、李彦秀、蒋万安、陈超明及王惠美等九人；反对者萧美琴、苏志芬、陈明文、陈曼丽、吴玉琴、邱泰源、黄伟哲、黄秀芳、陈莹、杨耀及高志鹏等十一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予通过，散会动议委员许淑华等四人提案，内容请参阅书面资料。主席宣告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联席会对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没有。好，确认通过。本次会议为两天一次会，12月4日及12月6日。本日会议议程为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六案。好，邱志伟委员权益问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立法院在审查法案一向都是以委员会中心主义，在审查法案的过程中，委员会必须经过充分，让每一个委员会的委员都能够充分参与。但我们上看到上礼拜情形，我们立法院议事规则有30条有规定，会议时有宣告也有终止，那是主席的权利。上礼拜有发现出现了战神，一讲了两三个小时，所有的委员的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讨论，这是非理性的抗争。所以本席认为，这样的会议讨论进行模式应当要停止。所以本席具体建议，发言时间应当有所节制，让每一个联席会的委员都能够充分参与讨论跟发言。所以本席具体建议，发言时间4+2，请主席处理。好，现在针对邱志伟委员的权益问题，请问在场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权益问题，权益问题。好，我们先处理邱志伟委员权益问题的提案。好，我们先处理邱志伟委员刚所提权益问题。主席不可以越权，主席不可以越权的权益问题。这是会议讨论的结果，而且是表决的。主席不可以越权，再请。主席不可以越权，而且陈先生点名邱志伟委员，主席不可以越权之提案，我们现在进行点名表决。主席越权，主席越权，请主席处理。主席越权，这不要管了。一个一个来嘛。好，针对邱志伟委员所提出之权益问题，他刚所提的是不是我们今日进行4+2的这个发言？主席，你不能上线的发言还是我完成？请点名表决。上次发言还没有完成的。
移动式的麦克风，我没有办法，你们一开始就把人家拔掉，你叫我怎么开会？老板，这边还可以。你们把人家拔掉，你们把人家拔掉。好，主席，这个有声音，来。开会吗？主席宣告。权益发言就权益发言，不能处理提案。你要表决就是在处理。就让我讲话吗？那在处理之前，我们当然可以讲发言。对呀，主席给主席过来一点，给麦克风，给麦克风。讲啊，就继续说啊。去讲一下，我为什么要过去讲？你们把我麦克风拔掉，让我没有办法讲话。那就不要讲了，那就不要讲了。因为我还没有麦克风。不要讲了啦，麦克风快掉了。今天好，我们让主席宣告，来。无线麦克风呢？要拿过来这边啊。拿不起来，那个拿不起来。好，媒体朋友，谢谢啊，媒体朋友，我们让艺术能够顺利进行，我们请媒体朋友往后退，好不好？因为有太多人看到哈，这个卡梅拉啊，他们是一直会狂下去的啊，好不好？哎，所以请各位啊退一下啊，帮忙我们，让我们的艺术哈能够顺利进行，好不好？谢谢您，好，拜托各位，拜托拜托哈，哎，阿伯在国民党啊，快点哈。这个摄影机哦，他们就会抓狂，抓狂哦，拜托拜托哈、哦，让大家冷静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冷静，好不好？不是你们不先离开，让我宣布啊！你们不离开，我怎么宣布？好，摄影机麻烦你们，好不好？麻烦你们退到后面去，好不好？好，好，卡梅拉，拜托拜托哈、哦，来媒体朋友，拜托拜托嘿。到后面，到后面，麻烦你们了，好不好？你们回到后面，自然就没有人想要去抢主席台的麦克风了，好不好？麻烦你们，好，各位，麻烦你们，好不好？来，艺术人员，让艺术人员帮忙一下，好不好？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啊，回到你们的媒体区，好不好？拜托，拜托，好不好？啊！你看，你看，又来了，赶快啊！美女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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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好不好？好，退到美女区，退到美女区，麻烦你们，谢谢你，谢谢。好，我们艺术人员。一支人员，我们给主席一支麦克风，好不好？麻烦你们，艺术人员，我们能够，我们请主席继续主持会议，我们请主席继续主持会议，好不好？好，所有的媒体朋友，拜托点啊，对到媒体区，谢谢。好，好，麻烦你们啊。麻烦你们，谢谢。好，回到媒体区，他们自然就会冷静下来，好不好？谢谢。要不厉害，艺术人员，麻烦你们处理一下哈，请所有的媒体朋友回到媒体区，谢谢，好不好？谢谢，拜托姐哈，拜托，好，艺术能够顺利进行，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国民党作秀已经过了吧，可以的啦，都已经拍起来了啦，相片都拍到了啦，电视都拍到了啦，可以啦，回你啦，好，来休息十分钟，然后熊正经有看到了啦，回去啦，黄昭顺回去啦，各位黄昭顺快留你咧讲啊啦，阿弟，黄昭顺，国民党快留啦，你咧讲快留啦，好啦，关灯你啦，好，张顺，赶快回去，好不好？媒体朋友，谢谢，到后面，好不好？媒体朋友，请到后面，到媒体区，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好，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他坏掉了。哎呀。啊！你们说要协商，你们要去找我们家总招啊！你们说要协商啊，然后我喊休息，你们又跑掉。iPhone 的东西，要不要上厕所？
协商那边的公关还有微博哎。没有，慢慢慢慢。邀客长问啊，哎，主席，刚刚讨论什么了？讨论不要讨论吗？完全没有协商，我要怎么协商啊？完全没有基础啊！这个统一，统一，谢谢。不是啦，啊，恁嘛是要，恁一下早就是要烧拍模样啊。你著三万多，你都你七，你都七多，你都大家起来的嘛？对，都起来啊！哎，郭叔，郭叔，你帮我跟总裁说，要讲五四吧。请让我们议事人员可以坐上来，好不好？请各位委员让议事人员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请让我们议事人员上台，谢谢。哎，你们自己怎样？请让议事人员上台，谢谢。我们继续开会。好，议事人员请回座。好，我们现在处理邱志伟委员口头提权益发言提案。今日会议每位委员发言4+2分钟。好，我们现在进行表决。来，我们进行点名表决。可以了，我要表决了。好 ，OK， 好，好，我们进行点名表决。邱毅莹委员赞成，黄伟哲委员赞成，没错哈。好，陈曼丽委员赞成，吴玉琴委员赞成，高志鹏委员。高志鹏委员赞成，林岱华委员赞成，黄秀芳委员赞成，陈颖委员，陈颖委员赞成，刘建国委员赞成，萧美琴委员赞成，邱志伟委员赞成，邱泰元委员赞成。管碧玲委员赞成，杨耀委员赞成，陈明伟委员赞成，苏志芬委员赞成，林淑芬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反对，苏正清委员赞成，徐永明委员。徐玉明委员反对，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蒋万安委员反对，张立善委员反对，许淑华委员反对，陈一鸣委员反对，孔文吉委员反对，徐志荣委员反对。
的文字给我一下。好，好，报告委员会，针对邱志伟委员权益问题提案，每位委员发言四分钟，必要时延长两分钟。赞成17名，反对8名，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今日会议，每位委员发言4+2分钟，谢谢。好，现在继续审查，现在继续审查第24条修正动议一案。现你们手上有修正动议吗？没有。好，那现在继续审查第24条条文修正。我们请下一位发言委员许淑华委员发言，发言时间4+2分钟。我们请许淑华委员发言，发言时间4+2分钟。对，许淑华。讲了，都已经进入这里了，没有程序了，是你们自己说的、啊。谁是可以？那权益发言。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发言时间4+2分钟，请让许淑华委员发言。请大家让许淑华委员发言。我加西郎，加西郎，请让许淑华委员发言，谢谢。我们首先要表示啊，我们对于主席刚刚的裁示，我们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在上上个礼拜，蒋万安委员他还没有发言完毕，他还有散会，但是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对刚刚程序还是有异议，所以我在这里先邀请蒋万安委员，把你在上上个礼拜的会议还没有讲完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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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蒋委员。散会要从头开始，24条逐条发言要从头开始。我散会，许淑华委员到一半散会，时间暂停。你的意思是讲到一半就不算？而且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劳基法这么重要，只有4+2到底要怎么讨论？4+2怎么样？我们可以充分讨论。我们还有要询问我们劳动部的部长。劳基法是这么重要，4+2，我们光是发言就不够，我们怎么做询答？现在进行的是逐条，哎，逐条还有很多的意义，我们要询问呢，这才是充分讨论呢。4+2怎么叫充分讨论？而且我们根本不会影响到其他委员的时间。今天我们发言完了，就换下一位，哪一位委员的时间会被影响？我请问一下，哪一位委员的时间跟他的职权会被影响？你们今天不用担心，反正你们已经打算开会到12点了，所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完就下去，你怎么知道我要讲10分钟还是15分钟？逐条就是这样，逐条就是要好好大家的一起来讨论，我们还要透过部长，大家彼此互相来讨论，一来一往，我们才能够让劳基法更好，不是吗？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吗？委员会中心主义啊，不是这样吗？4+2让我们发言完，部长也没有回答，那到底我们逐条是在讨论什么意思的？逐条的意思是这样吗？叫做发言完毕就下去吗？然后逐条还可以让你们限制民进党，限制你讨论多久讨论多久吗？一轮二轮三轮都可以，这个在上次就讲过了，一轮二轮本来就是三轮都可以啊。先存你上次提出来的劳基法本来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我也支持我们大家好好的讨论嘛，没有
争议的条文，我们今天不用浪费时间嘛？特休假地也我们没有争议啊，我们可以很快让它通过啊。但是有争议的条文，不是要透过我们好好讨论吗？怎么可以四加二发言完了就下去？那部长也不用回答，可以啊，对不对？问就问，赶快问吧。四加二的时间不够我问呐，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真的是刚刚那个我们那个临时动议什么叫做四加二的发言，我们不能接受啦。要权益问题啊，问你们要多久？你们就问嘛。实在力量要两个小时啊。你们刚刚协商嘛，协商你有问过时代力量的立场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一个人会讲两个钟头？你们不要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嘛，对不对？他有的人需要讲一个小时嘛，有的人讲十分钟就可以嘛，这个不是固定的时间嘛，逐条讨论不是这样嘛。没有啊，不是，哦错，我们并没有不想让劳基法过，我们只希望可以大家好好的讨论嘛。时代力量提两个小时，我们提一个小时啊。不，不是，协商你不能限制，我们现在逐条，你不能限制每个人发言多久，有的人要讲一个小时，有的人讲十分钟，这都是个人的权利，我们要好好的讨论，不是这样吗？不是规则啦，立法院的精神是什么？立法委员的职权跟精神是什么？竟然拿规则来绑住自己。好了，都不要有规则了，你们都不遵守了，还好意思讲？讲完了，发言还没结束。对啊。散会了，散会不是代表发言结束啊。散会是因为五点半的。24条没完成。那是你们议事规则，你们自己没有搞清楚啊！那一天哪里有提案12点？重新来的。也没有人提延长开会时间啊！那一天也没有提延长开会时间啊！理由正好，你是脑筋秀到去啊！哪里？对，没有错，可以，但是不能限制委员要讲多久时间嘛？对不？我刚刚讲了4+2的时间，劳基法讨论。我们并没有这样，所以上次的提案也是如此啊。啊，你要找时代力量啊，人家时代力量有意见呐、啊。对吧？国民党没有时代力量的发言人。我们提一个人一个小时、啊，各党团都要尊重啊。两个小时，你要协商啊。你们不尊重其他在野党，我们尊重啊。我们并没有要背个，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要讲两个小时，但是必须让人家好好讨论。好，谢谢许淑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委员针对逐条提出讨论，谢谢，请陈曼丽委员发言6分钟。好，来，哎，请大家让陈曼丽委员可以针对法条提出他的疑问，谢谢。现在不是还没有问呢、欸，不用急，不用急，陈委员，你不用急。哎，尊重主席嘛，尊重陈曼丽委员发言时间。许淑华，尊重主席嘛，请尊重陈曼丽委员发言，他要针对逐条提出讨论。许淑华，尊重主席啊，请让陈曼丽委员发言，谢谢。许淑华。不要破坏形象了。请让陈曼丽委员可以针对第24条提出修法疑问，谢谢。要在这边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对大家等一下了。好，讲完了嘛，赶快下来啦。不要不下来好不好？时间到就要下台了。现在是陈曼丽委员针对第24条修法的时间，请尊重陈曼丽委员，谢谢。国民党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下台了吗？讲啊，没问题啊，我们都有登记啊。但4+2的时间，你根本没办法讨论嘛。陈曼丽委员，我们在求讲啊，你4+2怎么发言？
言，我的前言都还没讲完呢，部长都还没答询呢，我怎么四加二的时间怎么发言？好，我们请麦立委员发言，发言时间四加二分钟，谢谢。那边没有麦克风哦，那你一边拉在共共共，然后两边一起讲。哎，这样怎么是尊重意思？那你们要尊重立委的发言权嘛？没办法，没办法条文，你不能用条文说什么四加二发言权逐条哎，逐条讨论哎，都讲这个这么重要，非过不可的重要法案。啊，赖院长不是讲没有时间表吗？在急什么？还在程序发言，你各代表决。请。再对呀、啊，不要急嘛，好好讨论嘛。这次修法也不过就这几条，有争议的也不过就这几条，有必要限制四加二吗？徐淑桦委员，请尊重陈曼丽委员发言时间。你也要主席也要尊重每个立委的发言权呐、啊，不是用这种议事规则三十条，请尊重议事规则三十条，主席有你们也剥夺了蒋万安的发言权啦、啊，时间的权利。上次是法定的散会时间，是谁有提延长开会吗？没有啊、法定的开会时间到了，本来就是要散会啊。没经过表决的。好，请陈曼丽委员发言。随便你啊。主席还有各位同事，大家早安。我想针对第二十四条劳基法第二十四条，想提一个修正的动议，就主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劳工是。事实上我们的劳基法的修正呢，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劳工有更好的休息，但是呢在加班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保障加班者的权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是现在看到就是说，我们原来的行政院的版本的条文是说，前项休息日的工作时间和工资的计算，每四小时以内以四小时计，逾四小时至八小时内以八小时计，逾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以十二小时计。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行政院的修正的版本呢，是希望就是按照核实。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雇主使劳工第三十六条所定的工作日工作时间在二小时以内者，即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另外再加给几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再继续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时工作额另再加几一又二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二以上。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就是说，很多的劳工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如果是说他加班一小时然后是一小时计的话呢，就是很担心，就是说他其实他从家里到工作的场所可能也要花了半小时以上，然后再回家工作一小时之后再回家，然后也是差不多要花了半小时以上。那如果是说我们只一小时来计他的加班时数的话，变成让他的工作交通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呢我在这边是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他的加班呢，如果是说不到四小时就以四小时计，这样子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劳工，他的雇主一定要在他有工作量的时候才请这个劳工出来加班。那加班的话呢，就是不到四小时是以四小时计，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让劳工出来的时候，那他的其实他的时间上面就是比较是完整的一个时段。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有些劳工说，他们如果是说出来加班的话呢，事实上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如果只是算他的一小时工作，然后一小时的时间来计他的加班费的话，我们认为这样子可能对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加班然后他的权益的保障呢不足，所以呢我这边是提出来是说四小时内就是以四小时来计，那超过的时间呢就用核实，就是说如果超过一小时的话，我们再加
就变成是说它是五小时、六小时、七小时这样再来计算。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劳工他的权益也是受到保障。那我们的雇主这个部分呢，如果不是有需要的话，他也不会让我们的劳工出来加班。我想这个是能够保障双方的一个弹性。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很希望就是说有一个动议，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劳工就是能够知道是说他自己的权益是有受到保障的。那我们的这个雇主的这个部分呢，也希望能够有所节制，如果不是需要加班就不要请他们来加班。以上。好，谢谢陈曼丽委员发言。我们接下来第24条逐条的讨论顺序，请林维洲委员发言4+2分钟，谢谢。哎，那个24条，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现在主席在处理的是上一次会议24条的逐条讨论，好。这件事情，那上一次会议24条逐条讨论，大家都有登记发言了，但是发言到第二位的时候，讲奥万安的时候，发言到一半，然后这个开会时间就到5:30，所以没有办法宣布延会的情况之下宣布散会。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啊，这样的会议程序要怎么处理，对不对？好，散会到5:30散会，但是该提案就是24条的讨论这件事情的提案正在进行当中，在这进行当中散会掉，那请问会议开始重新开始要如何处理？议事规则很清楚，该提案没完成嘛，没完成嘛，好、哦，没有完成询答，也还没有完成审查，所以等于是24条的啊、哦、登记发言以及讨论呢，要从头开始，这样子才是符合散会重新开会。哦，这个就好像你一个提案啊，提案结果要表决，在表决之前呢，哇，时间到了，忘记宣布延会，结果被散会掉了。下一次是不是这个提案要重新再讲一次，然后再重新表决一次？当然是这样啊，因为没完成嘛，这个提案没完成，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开会啊都违法了啊。我们的主席这样在主持会议，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重新登记发言，然后再重新发言，因为那个没完成24条的逐条发言询答都没完成嘛，该提案没完成嘛。所以刚刚邱委员黄昭顺委员请尊重林维洲委员发言。黄昭顺委员请尊重其他委员发言。请尊重其他委员发言。黄昭顺委员请不要干扰你们自己国民党林维洲委员发言。这边几人主播？啊，女生主席。没有啊，你们不是站了一个主席发言台了啊？我们站一个，你们站一个，几人主播？我们再去就来啊。哇、哦啊，你可以讲吗？可以讲吗？我没有意见。所以从一开始哦，这个主席处理就不对，然后让邱委员上来，邱志伟委员上来提一个叫做前移问题，结果提前移问题竟然做什么事情呢？当做一个提案来表决说。发言只能4+2，所以那个是前移问题吗？那个是提动议，那个不是前移问题。前移问题说会议秩序的问题，主席处理一下，怎么可以提动议呢？那你提前移问题，我们也提前移问题，应该等我们前移问题发言完再来处理动议嘛。我们也要提前移问题啊，结果他只给邱世伟前移问题发言完就处理动议，这个也不符合议事规则，也不公平嘛。好、啊、既然你们都不要按照议事规则处理，那我们就不要按照规则处理，我们就来用丛林法则处理嘛。
啊，不然要怎么办？你们都不遵守议事规则啊，那我们就丛林法则嘛。哦、啊，所以发言现在开始没有限制嘛。哦，你的四加二我们也不承认啊，因为你的动议提出的时机也不对啊。你是动议发言，你是前移发言，我们的前移发言还没处理，那你就在表决。我表决表示反对你们的处理方式嘛？有经过表决的程序。哎，你现在是啊？哎，黄国书，你现在是在跟我讲议事规则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再来讲议事规则。讲议事规则，就回到散会动议的时候，该提案还没完成，该提案在下次会议要重新开始该提案的程序吧？对不对？时间到，你没有延会就会自动上位啊。啊，你们是5:30的通知时间，你没有完成延会的程序，到5:30要上会啊。上会啊，还是恁处理无处理的代志。因为人家正在发言呢、啊，你要发言完才能处理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反对党就是我们要发言嘛，对不对？我们反对你们那个三项。反对党不是要回啦。轮班间隔11改8，7休1松绑哦，加班时数上调，我们坚决反对嘛，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用任何方法没有上调啦，只有调整没有增加啦。我们用任何方法反对这三条通过。我们的主张就是这样。你要骂我违反议事规则也好，你要骂我站主席条，我们通通接受。好、哦，你骂我们怎样，我们通接受，我们就是反对这三条。反对这三条，我可以一直讲。好，你要给我讲，我就讲，我讲到天黑我也讲。我们根本不承认你那个四加二啊！你那个四加二是违法的表决，违法表决，你那个四加二，你就一路一直违法。上位之后要重新登记发言啦，24条要重新登记发言啦，对不对？好。即使我们说好，那就以前登记的就照那个顺序，人家讲完啦，你也讲到一半没完成，你也要给他先讲啊，对不对？好，我们请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不要紧，哎，来讲没关系，哎，你也讲，每个人都来讲啊，我们就一直讲，好，我们就反对的，我们就一直讲。当然啦，我们就一直讲哈。好，来，等一下，真卫有。好，徐真卫委员针对第24条修正发言4+2分钟，谢谢。主席好，我们所有的同仁、所有媒体、先生、女士、所有政府官员，大家好。今天针对24条，其实针对这一次的劳基再修法，我相信上个礼拜开了这么多的公听会，以及人民有这么多的声音，为什么要重蹈第一次？修劳基法的恶例呢？为什么这么匆忙呢？有这么多人的抗议，有这么多人的心声，物流业、医师、护理界，所有这么多的声音，怎么大家都没有听到？民进党的委员，请问你们是在呼喊？有听到为什么没有暂缓再来修正呢？为什么在急什么？相信我们记者、媒体、先生、女士也是过劳的一群吧。我们为什么不能看看我们现在毒弹事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芬普尼弹放宽到10个 ppb， 这是国安问题。劳基法的修法也是国安问题。劳基法的修法会让上千万的劳工万劫不复，让他们的身心灵没有办法负担，强害大家国人的身体，1000多万的劳工。这对我们未来世世代代的孩子，未来世世代代的国人，我们现在已经少子化了，老人化了，这是强害民族，强害国家，这是国安问题，这是劳基的恶法。为什么我们所有立法单位，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
不能真正平心静气站出来讲。我们从日本核灾的问题，我们的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亲美日，从美猪我们说哎，有外交的压力。今天520之后，外交的压力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小英的错误的政策，两岸激动，让两岸的关系这么恶劣，所以在国际上站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受到外交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美猪，我们的核实，这也是国安问题耶，这也是国安问题。我们现在要来针对劳基法，但是我们还有当前有这么多的国安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在座的所有立法委员，在座的政府官员，难道你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俸禄，大家的俸禄都不是来自人民的纳税钱吗？我们不是在监督行政院吗？我们不是要立良善的立法吗？不是要为2300万同胞发声吗？我们所有媒体先生女士，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今天在立法院为的是要修良善的法，让它长治久安，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不是在这里吵吵闹闹。但是既然2300万，既然千万的劳工对于这次的劳基法都不认同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来悬崖勒马？否则我们现在桌上这两本礼拜三礼拜四的公听会，大家都觉得是开假的吗？我们要取信于老百姓，我们要让老百姓信任。今天民进党为什么现在老百姓不再这个发声了？因为他们眼睛在看，头脑在想，记在心里。2018、2020，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民进党的委员，你们扪心自问：美猪、核灾食品到芬普尼，10个 ppb 放宽，这都是对的吗？我们的鸡蛋是随手可得的。是最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老弱妇孺每天都在用。国安问题，这都是国安问题，我们先解决国安问题吧。劳基法也是国安问题啊。违法会议，哎，这个就是违法会议啊，四加二。好，我们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发言。黄昭顺委员，发言时间4+2分钟，谢谢。补充说明。好了，我在这里对我们今天的会议提出最严正的抗议。上一次的会议当中，贾万安委员还没有发言完毕，结果今天我们用违法的方式来这里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本席在这里，尤其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发言的过程当中，就算要点名表决，也必须要有书面提案，我们也都没有。所以本席在这里对我们的主席提出最严正的抗议。那么从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之后，到上个礼拜的公听会，我想所有那些公听会的劳工朋友在那里呐喊，但是民进党通通没有听到。我们只看到民进党里面林淑芬委员还义正言辞的在讲话，但是他今天不敢来开会。我们也给管碧玲委员加油，他说一个民进党不应该是一个一言堂，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容下大家的声音，那么这个国家是往后退的。我在这里要提出来，尤其最令人难过的是什么？是这个礼拜刚好台北医学院的护理人员连上13天班猝死，
我想整个的班表也都看到了，但是唯一没有看到的就是民进党，就是现在的政府。然后昨天我们看到在行政院的前面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在那里念功德经，我看了那一段功德经，其实我非常的有感觉，我自己是佛教徒，所以我把这个功德经他们修改的部分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好，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英文清德密多时，照见五德皆缺，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度一切苦厄，劳积法，功不易修，修不易功，功即是修，修即是功，立驾特修，亦复如是。劳积法是诸心分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班兼无休，无立休特休，无病逝昏丧公休，无薪资年终三节，无假戒，乃至无身千戒，无无心，亦无无心尽，乃至无心浅美塞表决，亦无知浅见，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静盈亦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席跟上一次的主席，一英文清德密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慈癌梦想，就近退休，三党诸神，一英文清德密多故，得阿三立法院三读三党团，故知英文清德密多是大修法，是大明法，是无上法，是无修习法，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英文清德密多咒，即说咒曰：加班加班，七修一地，十四修二地，全国过劳呵。我想你们这几位立委就是没有很认真去看他这个整个的修改的条文，这个修改的条文里文字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包括特修，包括无资薪年终三节等等，这些都是直接让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未来会面临到所有的过劳死，尤其是北医这件事。我想北医这件事要请问民进党，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一个护士之死，其实在这个时间曝光，就是要提醒大家，你们不能为所欲为的在这里修改恶法，让这个法又走上另外一个恶法。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劳工的民进党的朋友，蒋万安委员当天所讲的几个案例，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在这里要把几个案例再拿出来跟大家讲。包括说劳保处他说过劳死，你是过街老鼠，请你下去哈，你是过街老鼠哈，你就下去哈，因为我在花园，请不要在这里，你不要来这里干扰大家的花园。过街老鼠，请你下去。过街老鼠，黄昭宪委员，请不要做人身攻击。你讲了什么话？请委员注意，不要做人身攻击。你不要听我，你不要听我，你不要听我，我讲好了。一立休了，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没问题，本来我们在讲一立休啊，我们在讲一立休。我想主席刚才有过街老鼠来影响我的发言，请委员不要对别的委员做人身攻击。
好，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发言时间四加二。他们在这里抢我的麦克风，对，拜托了好不好？他抢我的麦克风，拜托了。委员，我在讲，没有，我在讲过劳死。没有没有，你在这边一直吵人家，哎，拜托了，没有这种事，请让拜托了，秀委员上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哈，时间到了，刚才我的时间已经被耽误了，而且我们上个礼拜，请让秀委员上台，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边可以发言，劳保局的官员解释说有罪于过劳在医学上台，对，李彦秀，你过去那边了，你过去。请让李彦秀委员上台，我们就请尊重其他委员发言职权，请让李彦秀委员上台。来，我李彦秀委员啦、让李彦秀委员。请让李彦秀委员发言。主席，你刚才等一下，你必须要补我两分钟的时间。没有两分钟，因为我在我们刚刚我刚才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你的已经被干扰。挂劳保局的官员说，有罪于过劳在医学上。并不是正式的疾病名称，所以劳保局在很多的职业医学专家学者讨论后，认为目前国际多数的研究人类仍然认定。抱歉，我刚才那两分钟现在正在给你，所以请你注意时间。连续长时间在有劳或是在劳工精神很难以负荷的高压力环境工作，最可能直接造成的还是中风、心肌梗塞等脑血管疾病，所以目前我国都把过劳引发的职业疾病纳入心血管疾病的项目之下，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这几年所提出来的过劳死，虽然只有179例，但是呢，有许多的例子在我们的手上都知道，包括所引起的生病。甚至于伤害整整有300多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面对台北医学大学，我们看到我们的护理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过劳死，这个时间点让大家看到了，就是要提醒民进党，你们真的要拿出大家的良心出来。今天的主席也是医学背景，尤其更清楚这个状况。过去本人也在医学院工作过，非常清楚的，经常性的，由于是责任制，就让我们必须要3天3夜的在那里工作。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还要用这种方式来修法。我想，外界年轻朋友的声音，劳动团体的声音，请民进党听进去。不要再用这么阿爸的方式，请回到上个礼拜四蒋万安发言的那段时间，我们重回我们的条文审查，否则我们认为今天的法案审查是违法的。好，谢谢黄昭顺委员，我们现在一直在进行条文审查，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发言时间4+2，谢谢。来，那个，我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林美珠林部长来？我们刚就要肯定。好，请部长。好，委员好。部长，24条哦。是针对过去一律一休修法的过程当中，你们都提到说每个劳工都想加班。前面的委员请让我可以清楚看到部长的脸好不好，清场一下，都想加班，所以做1给4，做5给8。我们希望民进党当时提的是希望以价质量来达到落实周休二日。我请问你，以价质量这个原则是不是你这一次仍旧修法的坚持？你觉得这一次的修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既然我们的数据说上次做1给4、做5给8有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觉得现在的24条的修法方向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来，
来跟委员回答一下哈，来谢谢。关于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已经提出来，我们是有一个四大不变，那也有四大弹性。部长，这四大不变里面，我们就是针对24条的加班费率，我们并没有变动。加班费率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变动。你取消一次，你取消做1给4，做5给8。部长，如果说降低总工时，包括以价质量，这些都是你的坚持。这一次你的条文我完全看不到。赖清德院长前几天说，回答林淑芬说，30-40分钟到达上班的时间算远的。不要忘记，赖清德院长他上下班是有交通管制的。我是不知道部长你上下班需要花多少时间。光是我从内湖，我还是有开车的，还不包含搭公车的，还不包含到达公车地点上下班之后还要走路进办公室的。你觉得一般人30-40分钟上班时间算远的吗？你同意部长说的话吗？谢谢。每一个人上班的时间的确是有不同。部长说的话正确吗？还是你们讲的都是外心话？谢谢，谢谢委员。我想院长说的是说每一个人上班的时间他是会有不同，这个我想委员也很清楚。部长，包括前几天我们提到说过劳死这件事情，其实这两天又发生北医护理人员猝死的事件，你前几天在媒体上说猝死的事情难以判断，我们每11天就有一个过劳的状况，甚至过劳死的状况大概是全世界国家排名最前面的。但是有更多的黑数是没有包含在里面，是在上下班过程当中因为累积过劳的现状而造成猝死。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我想猝死的原因在我们的这个过劳认定标准里面，我们也说到有很多的危险。那你相不相信？除了公司以外，很多的猝死的事件等等，在过劳的过程当中是黑数，没有被你们劳动部计算到。目前这样的认定标准是经过我们邀请的专家学者所设定出来的。部长，你回应我，上下班如果累积过劳之后，连续上班上下班12天之后，在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回到家只剩下8个钟头的时间。在家里有很多的黑数是连续的过劳死亡，连续12天的过劳猝死的状况，很多黑数是不包含在你现在过劳死亡当中的职安里面的黑数据。我们这个过劳认定你承不承认？大家你承不承认的？但所以你的认定是上次我才提了一个法案嘛，我们在上下班过程当中当我要认定，你这整个劳基法的修正。包括30个人的工会以下是没有成立工会的中小企业。如果这一次的劳基法再修正，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会，你现在是把你所有你应该有的手段放给各事业主管机关。我这个周末在家里完整的把3次的公听会的资料一篇一篇读完，我关注到每一个在现场所有的部会，包括我们的交通部，包括我们卫福部。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自己就是一个惯老板，从赖清德就是一个惯老板。我们台铁底下交通部底下台铁是什么样的班表？我们卫福部底下公立医院、属立医院是什么样的一个班表？政府自己带头做惯老板，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权力都放给事业主管机关？那我要你卫福部干什么？我要劳基法干什么？未来只要都事业主管机关写这个会议记录就好了。鲍委员，我们的这个四大不变里面，我们说明了我们的上班时间并没有增加，我们的加班时数也没有增加，只是我们让他有个数量等待。但是都可以透过劳资会议，请问在这一次书面报告当中，在现场所有的事业主管机关每一个人都说劳工想加班，这个劳基法没有弹性。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去处理劳基法，来去处理未来的劳资会议，你是站在劳动部部长的位置，我怎么能够相信说这些事业主管机关未来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他是站在劳工的基本保障权益？从这几天3天的书面报告，每一个部会，科技部、经济部、交通部、卫福部、教育部回答的都
就是说所有的事业单位、民营单位都认为需要弹性。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我想未来所有的核备案，每一个送进来的，我都是核备、核备、核备，到最后就是劳工的过失。再来，如果全部都放给事业主管机关的话，你劳动部可以裁撤，全部放给事业主管机关，那你劳动部可以裁撤了。我们是双重，我们经过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帮我们第一步的盘点之后，你认为劳动主管的立场上面的第二道把关，部长，你认为在现场所有的事业主管机关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专业知识，能够去判断说，我这一次的劳动会，我判定该给或不该给，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他们只是有这样的稽查人员去调查吗？没有做例外调整的必要。我不认为事业主管机关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从前几天一路走下来，书面报告，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老板那边，都是站在雇主那边，他不是站在你劳动部应该保障劳权的立场、身体健康立场去未来要不要去如何去批准，他不是用这样的标准。所以部长，我今天为什么一直坚持我要苦口婆心？我认为劳动部他有最基本的专业知识，该给该核备不该核备他有决定权，我尊重劳动部，但是我不认为在现场每一个部会事业主管机关有这样的能力落实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局啦，包括交通局，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核可。而且在你现在劳检人员不足之下，我如何去相信10000000劳工的权益会被保障？过劳是没有办法累积，没有一个人愿意加班换取身体的过劳，然后倒下去的时候身体回不来。所以政府不要去推脱你政府应该解决的低薪问题，你从赖清德开始解决午休问题，到说做功德说全部，那主席我在最后30秒，从赖清德院长开始到你们现在修法的方向，全部把劳工的过劳、劳工的健康拿去做功德。因为我不认为事业主管机关会站在照顾劳工身体的权益保障去做未来的核备案，更何况3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是不用成立工会，这些劳工的协商劳资的天平怎么会是平等的？再来，更多的劳资会议是假的，所以在没有足够的劳检、在没有足够的这个工会之前，我们今天要修这个法，我个人是坚决反对。再来，我实在是不认为从书面报告在现场其他部会的官员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核备案、劳资会议的核备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修法是这个方向的话，劳动部可以裁撤了。好，谢谢委员。我想我们劳动部是站在保障劳工权益的立场，所以刚刚委员的说法大概有一些误解。其实我们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帮我们做第一道的把关，最后还是由我们劳动部来针对劳工安全的部分，我们来予以公告。部长，刚刚讲的由他们来。你如果是在核备的话，核备的同时，好，民间企业已经照这个核备案在走，核备只有同意跟不同意，部长，核备只有同意不同意的事情。当决定核备的同时，他已经报备，你就没有相关的法则，你就没有相关的法则。你现在没有做劳资会议，没有照你的标准规则来做，你也没有相关的法则。但是，你事业主管机关到底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去做一些核备跟核可？劳工的过劳可能就是你放给这些弹性之后，劳工的身体健康就被你们赖清德跟你林美珠部长拿去做功德。委员，我再次说明，他们是目的事业主管解决低薪的问题，你们民进党政府没有那个能力，只会用劳工的过劳去换取你资方的权益，去换取你想讨好资方。而已，谢谢。这就是民进党的正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时间4+2分钟。黄国昌，怎么是他？你掉，你要告诉我啊。对了，你们自己等一下。高伟，我这边好，还是要讲一个程序的问题。你们要换时间，你们要。我并不认为上个礼拜委员的发言已经结束了。我并不认为上个礼拜委员的发言结束了。等一下，你现在是程序还是怎么样？程序，
上个礼拜委员的发言并未结束，没有情绪了，请尊重。当时的表决是这样，进入了逐条之后没有程序了。本次进入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逐条讨论时，没有程序发言，主席不得限制立委发言。委员要跟你换，讨论时间一个人只有一人发言。务必使修法过程中每位立法委员之意见能充分表达阐述，以其法案能周延。时代力量委员，你们要换次序，请上主席台之道。该委员要不要坚持？怎么讲就怎么讲的。要不要坚持他的权利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作为委员会的委员，我要换次序，我认为上来这个案子，这个发言并未结束。国民党委员都要遵守这个规定。蒋万安委员。可以发言两个小时，蒋万安委员可以发言两个小时，你现在什么其他委员还是执行四加二六分钟？凭什么其他委员四加二只能六分钟？请问，请问招委，其他委员比较小吗？其他委员比较小吗？委员有的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请尊重。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上来换次序，请问他让你发言。招委，我们在怕什么？你跟主席表讲过。招委，我们在怕什么？人家都有上来。招委，我们在怕什么？如果蒋万安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请问蒋万安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为什么只能有四加二？不用换，你们都不用。请问蒋万安委员如果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比较小吗？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吗？你跟主席说，你不要碰我胸部。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吗？跟主席说，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吗？你按照规矩，没有不让你。委员比较小吗？委员比较小吗？你按照规矩来。讲完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吗？规矩，按照规矩。讲完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吗？加油，加油。我想请问，招委，不是所有的委员应该一律平等吗？报备完你就可以程序发言了。请问所有的委员不是应该平等吗？所有的委员不是应该平等吗？为什么他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四加二呢？其他委员只能四加二呢？其他委员为什么只能四加二呢？平等就六分钟，你讲完就好，坐下来吧。其他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讲完委员可以讲两个，其他委员为什么可以四加二呢？啊，时代力量党团每个委员不能讲两个小时吗？要给他讲多久？其他委员请问这个委员会招委是谁？是林静怡还是柯建铭？招委是我，你有尊重过我吗？请问招委，律师问，请问招委，你有尊重过本招委吗？请问招委，其他讲话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讲四加二，其他委员比较小吗？啊，讲话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四加二，可以吗？啊，请问蒋安委员，请问蒋安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比较小吗？啊，请问这个程序问题不是每个人权利应该一样吗？进入逐条，招委要获得人家的尊重，请针对招委要获得人家的尊重，你要让每个委员的权利是一致的。招委你要获得委员的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应该是一致的，凭什么国民党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请问凭什么他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讲四加二？其他委员要阉割自己的权利，那是他们的事情。时代力量的立场很清楚，时代力量的立场很清楚，上次的程序决议还是有效的，发言应该不限时间，不限次数。请问有没有影响？有。行政院院长早说党籍委员沟通，行政院院长出来上节目跟大家讲，行政院院长态度改变，说要微调。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是在胡闹吗？没有影响吗？对法案没有影响吗？我现在还恳请召委，你让委员尊重你，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请问我们所有其他委员比较小，不是权力应该一致吗？他要不要坚持下去是他的选择。我们认为上次的决议还是有效，召委做个决定，是不是所有委员权力应该是一致的？召委做个决定，是不是所有委员权力是一致的？现在有人讲两个小时，啊，其他委员讲四加二六分钟。因为前面讲两个小时破坏秩序，所以才改回来，啊。就是召委这样讲，不列在旁边讲，我们也不能出意见吗？你可以出意见，我不能出意见。如果这些对程序的坚持，委员太权力应该是一致的。谢院长早上接受广播说一定要出立法院，我想请问，什么时候行政院在指挥我们立法院？而我们在委员会还配合讲四加二，这么大的争议，这么多过劳的。那我们还要再讲说四加二，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召委，四加二是针对每一条四加二意见，不是让你来这边讲这种话。有个委员可以讲到两个小时，最后让行政院长还改变他的态度，难道其他委员没有这个权利吗？其他委员都要阉割自己的权利吗？召委，所有委员的权利应该是一致的，不分党派，不分大小党。不分颜色，是，可是所有委员的权利应该是一致的。主席台跟我换次序，我都让你讲了。所有委员都应该是一致的。都来我这边换次序，我权利应该是一致的。时代力量，你没有照这个程序，我还让你讲了六分钟，可以请下台了吗？不是，我在问程序问题嘛。已经进入发言时间，没有程序问题。为什么有的委员可以到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有四加二？林长佐委员。我想请问，为什么其他委员在讲两个小时，我们只有四加二？林长佐委员不在，我们下一位是黄国昌委员。我想请问召委，他没有跟我讲，所有的委员权力是不是应该一致？黄国昌委员，好，我想请问召委，所有委员的权力是不是应该一致？黄国昌委员不发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召委。想请问所有委员是不是权力程序问题要先处理啊？进入逐条，为什么有你还讲两个小时？进入逐条不成理存程序，你邱世伟提的提案就是进入逐条，你还来处理权益问题嘞？你刚刚早就进入程序逐条，你还处理邱世伟的提案，什么？进入逐条不处理程序，请你讲什么？委员发言，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你在干什么？两个小时之前后矛盾。请让第二委员调动暴力啊！请让第二委员调动暴力啊！委员的时代力量，每个都要求两个小时以上。两小时，好，现在是程序问题。程序，想请问主席，委员的权力不一样吗？有的委员可以讲四加二。有委员却可以讲到两个小时。请尊重林淑芬委员，让林淑芬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大家早安了。今天修正二十四条之前了，我在讨论二十四条之前，我先讲几个概念。我要澄清几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立委和社会啊有很多的误解，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先做一个澄清。第一个呢，大家都说啊，一套西装是不能够适合大家穿的。然后大家也说，这个劳基法是从工厂法演变来的，这个劳基法哈是没有办法一一适用的。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套西装当然不能够大家都穿得下，但是呢，这个叫做劳动基准法的最低标准，哈，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劳工。还有这个跟雇主之间在劳动关系上要怎么约束，至少要约定一个最低标准来保障
这个劳工是可以劳动力休息完，明日再来上工，所以这个东西的保障不只是保护劳工，它还保护了个雇主，他的劳工是有能力明日休息完了以后，明日再回来上班的，保有足够的劳动力的，所以它是一个最低的健康保护的标准。好，那请问各位，基本的人权，这种健康权、健康人权，有哪一类的劳工说你的健康人权是这么高，有哪一类是比较低的吗？如果这是一个健康人权，而且是最低标准，那他就是在讨论每个只要是受雇者，每个只要是在上班以体力、以劳动力出卖去获取工资的，都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人权。好，好，那我还要再讲，就是说一个劳工他的生命是什么，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绝对不是只有上班，上完班以后下班，然后也不是只有吃饭睡觉。一个劳工他的生命要活着，他赚钱，他上班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他想要让他的家人，他的生活是可以维持，他可以拥有跟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所以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他必须有社会生活，有家庭生活，所以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维系他的社会人的一个状态。他还有家人，还有家庭，他还有朋友，还要必须要休息。好，这是一个工厂法的演变吗？各位，我实在是不想讲很多遍。1984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台湾订定了劳基法。可是呢，1996年，工业制造业，不只是1984年的工业制造业，1996年要纳入服务业。在纳入服务业的时候呢，不要再讲工厂法演变来的劳基法，不是了。1996年，我们为了服务业量身定制了很多的弹性，包括四周变形工时。四周变形工时早就排除汽修一了，四周变形工时早就14休二了，还包括责任制。我们怎么会没有给服务业弹性呢？各位，2000年的时候，工时改革，工时改革将一周46小时改为双周84小时，引起资方说没有弹性，只要要增加资方的劳动力成本呢，他们就说没有弹性，我们还是给弹性了。我们给了什么弹性你知道吗？给了两周变形工时，也给了八周变形工时，还给什么你知道吗？还把你这个变形工时的同意权，法律规定要经劳工同意和过半数的劳工同意都改掉了，改成现在的劳资会议同意就可以了。这没有弹性吗？增加了这么多，怎么会没有弹性呢？好，我们现在要讲，我们这次修法，大家要讲要给弹性。什么叫弹性呢？弹性就是告诉本来啊，景气的好坏的风险是由比较相对于劳工的弱势，它是由雇主承担的。这20-30年来全球化之后，雇主把所有的景气的风险全部转给劳工去承担，所以派遣化、弹性化，说穿了就是把景气本来由老板担当变成劳工去担当，转移到劳工身上。所以这二十年来，全国全球的劳工都以弹性之名在剥削。好，那也不是不能够没有弹性，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几个国际公约的规范哦。而我们弹性啊，是为了企业营运的需要，这个是孙琼礼先生的讲法哈。
但付出工时的增加或者是生活节奏改变成本的是工人。企业得到了弹性，付出了改变生活节奏的这个成本的是工人。因此我们在谈弹性的时候，必须清楚的知道要有配套，什么状况下可以有弹性，这个要讨论。还有实施弹性之后呢，相对的补偿是什么？否则就是工人让工人用他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家庭成本来承担弹性的代价。而今天啊，我们要告诉大家 ILO 公约在最早里面1921年通过，1923年生效的第14号公约第二条规定，凡公司企业或分支机构所雇用的全体职工每七日内应享有连续24小时的休息。这个公约在1923年讲的是制造业的工人，没有错。好，各位，但是到了1957年的106号公约，他把从制造业的适用扩大到服务业、新闻业等所有白领阶级的受雇者。1957年的106号公约第六条讲到，本公约适用所有工人员，每工作七天就应该享有每周不少于24小时的连续休息。各位，这两号公约并不是没有例外规定，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弹性，连 ILO 公约都承认可以有弹性。但是呢，第四条第五条是这样子写的，第四条，各委员国对人道或经济已给予特别考量，并征询有关劳资团体的意见后，得与第二条的规定许可全部或一部之例外，去停止或缩短休息时间。凡现行法律已有例外之规定，则无需征询劳资团体的意见。第五条，会员国应尽其所能规定补偿休息时间，以补偿因第四条的停止或缩短休息而受的损失。但劳资协约或习俗已定有补偿休息时间者除外。好，各位，我们在讲这些东西，我回到二十四条。好，我讲第二十四条，我讲二十四条，二十四条本条条文哦。我的助理哦，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所以我就听懂了。好，他说我们休息日来立法院加班，然后他请他的小孩，请给保姆托付。国民党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民党委员不能讲两个小时吗？给保姆的金的那个托临时托运费用，会议的不是一个小时论的，所以他必须至少要给半个小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考量到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这个弹性哦，不能够叫劳工全部买单。所以啊，你不能够叫劳工去上班还赔还倒赔，所以至少要比照这个给半天的工资，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国民党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民党委员只能讲四家了。我们请洪慈庸委员。如果民党要自我阉割，民党要自我阉割，四加二，你觉得他有把他讲完吗？他有把他的话讲完吗？民党要自我阉割，要用党意去压民意，那是你们的事情。对于一个会议的流程，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民党第二委员只能讲四加二，不承认四加二的话也是解决。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民党只能讲四加二，对，自我阉割。我想请问，这个不是自我阉割，什么是自我阉割？你们要打压林淑芬是你们的事，其他党团要坚持他们立场。还没。孔委员，这边是可以的，请到我的主席台左边。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徐永明委员，请尊重其他委员发言，谢谢。国民党只能讲两个小时，其他党团只能讲四加二，凭什么？要不要讲？你要不要讲？你们要阉割自己。民党要作践自己。请孔文琪委员针对第二十四条修正。那是你的事情。其他党团有他的立场。提出意见，四加二分钟。其他党团有他的立场。我想请问主席。
委员有大有小吗？请你尊重委员。委员有大有小吗？张委跟主席的才是要请委员发言。啊、委员，请问张委，委员有大有小吗？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谢谢。我跟你讲，我绝对不能接受。如果今天是因为行政院长下令，今天一定要出去。我们招委，我们立法院的招委，纪委员请发言。我们立法院的委员可以去遵守他吗？请那个主席先维持一下吧。什么？你们要什么几分几分的？我想请问，前面登记是招委，我们的程序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委员决定这样做吗？这个会议的进行，你其他委员有大有小吗？可以讲两个小时。我不想要在会议里讨论大跟小的问题吗？请你尊重会议程序。我想请问。这个程序可以坚持下去吗？好，为什么要休息十分钟，让大家上洗手间，谢谢。为什么要四加二？四加二不合法。嗯，那个主席先确定啊、哦，我要发言之前，是不是时代力量可以先？我现在已经休息十分钟，谢谢。现在休息十分钟，休息时间自由发言，好，都可以来登记，四加二完全不合法，主席都自我矛盾。他刚刚说徐永明委员不能提程序问题，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逐条了。那请问会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会议早就进入逐条，他怎么可以去处理邱世伟委员的程序问题，然后表决把时间改成发言时间改成四加二，他就是在处理程序问题、权益问题，所以啊，他自己都在矛盾。当他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已经在逐条了，他就可以处理权益问题，然后把发言时间改成四加二。当徐永明提出程序问题的时候，当徐永明委员提出程序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逐条，不能提出程序问题。因为两道标准，所以哦，根本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程序哦，都是已经在混乱的情况之下，都是不合法的，所以要怎么发言都可以了，四加二、四十加二、三小时、两小时都是自由了，好。我的名字啊，我上面有名字啊，拿过来啊，在对面嘛，找一下我的名字嘛。赖院长没有讲说要处理法院，他没有这样讲。他还说我哪敢这样子？那立法院的程序对程序啊。你也被攻，民进党东派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去讲赖清德，赖清德真的不会去讲这个，他自己当过立委的。所以你拄仔讲，我歹势甲你拍断。我讲啊，赖清德无讲一定要今日处理欢迎啊，赖清德没讲过这个话，不要赖在他身上。好啊，那我就讲他没有讲。真的是没有，就是党团讲，他真的没有讲，民进党讲的。那你更不要急啊！那你急，那你干嘛急？你要说我们党团急不急，这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讲到去赖清德身上去嘛。他变澄清了。因为陈现在党都无讲，伊都讲我不敢了，对不？啊，你安尼干多啊，没必要啦，你讲你的就好了。你就给我们讲两个小时就好了。所以他还是要定时间呐、啊，其实他也没有在叫你下来的、啊。刚才林淑芬他自己下来的、啊。哦，这里，有了。我先征求你同意，你不要我不动。就说因为等一下如果他们还要发言，有些人会要部长，那我这次我把它拿起来，可以吗？那你就站这边，我不动，可以？我征求你同意了，因为这边这次坏掉了，那他也不可能进得来，好吧？你 OK 吗？你 OK 我就把它收起来，交给主席台。不行啊，那我这样子，我这样就吼，我觉得你喉咙已经坏掉了，再吼一天我就真的是。你开在一边，你叫他去搞这个呢。是了，有没有保两个小时？有没有保定供？不可能，他一个人两个小时啊！其他委员会也不这样做啊！不
会有人啊，你看国民党就六分钟就已经走了，你不可能去要求两人，不然你就要提延长的动议。你们那时候自由经济区，2014年，黄昭顺限制你们一人一次三分钟。民进党说，除说明提案之要旨、说明审查报告之要旨之一或者限制事项，你们要说吴秉睿还说，当了五年立委，从没用过逐条审查，还规定登记发言期限，而且只能发言。所以刚才有讲啊，刚才那个谁叶已经有讲了，就是都是。
蒋万讲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还不是你们处理？讲两讲小时，不要管都可以啊，你也买不要管啊。那你就平等嘛，其他委员也是。哎，阿孔文杰委员呢？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孔文杰委员针对第二十四条修法。赵委要求所有的委员应该一致的，蒋安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两主席之前，其他委员应该也可以讲两个小时。请尊重主席之前。委员的时间应该是要一致的。委员，请你尊重主席之前。委员的时间应该是要一致的，要不分党派，没有。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民党只能讲四加二，没有这个道理的。说委员的时间应该是一致的。在委员会里面，在立法院里面，委员应该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自己的党的委员只能讲四加二。我不相信林淑芬不懂劳基法，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讲。请你尊重会议里面其他委员，没有理由要委员们自我阉割，不要干扰其他委员发言，没有理由要委员们自我阉割。我相信所有台湾人民的要求是我们委员要强化我们自己的职权，在这个事情上要求非常多。对，请我们上礼拜的作为已经要求，谢谢，已经让行政院长，已经让我们的行政院长愿意调整他的政策，愿意出来做沟通。委员赵伟，现在不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再有两天充分的讨论，搞不好我们行政院会改变他的想法。请你离开发言台。我们行政院会好好回去看2016年蔡英文劳动政策的六大主张。他选总统的时候怎么说？委员，现在不是他说劳动不只是一种劳工获得薪资报酬的途径，也是一种社会参与和认同的机制。现在不是你的发言时间，请你离开。这是我们蔡总统选举的时候讲，不是你的发言时间。所以蔡总统那时候说，劳工不应该只是被当成经济生产要素之一来对待。请你离开发言台。这是蔡总统讲的，而应该被一种完整的人，一个社会公民来对待。如果一个劳工，一个国家的劳工薪资得到适当的保障，而公平机会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现在不是你的发言，这个社会必然是安静和和谐进步的。赵伟，现在休息五分钟。我们民党朋友，这是蔡总统2016年蔡英文的劳动政策六大主张的前言。他说，
劳工不应该只是被当成经济生产要素之一来对待，而应该被以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社会公民来对待。一个国家的劳工薪资得到世俗的保障，有公平机会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这个社会必然是安定和谐进步的。我想请问，我们这个劳基法的修法跟他2016年选总统这个差距有多大？他说什么？他说他应该是一个社会公民，而不是一个经济生产要素。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使企业、工人、消费者实现其各自的经济目的，而要提供公共财跟劳务的使能者。政府进一步要扮演协调者的协助者的角色，保护企业跟劳工，使之能在经济景气面临严重困境时得以渡过难关，特别是针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工。这是蔡总统讲的。我相信蔡总统在选举的时候讲了劳工政策，我跟你讲，念两个小时都念不完。他还有特别针对医护的。我的意思说，总统如果选举的时候是这样子，而且还获得这么多劳工的支持，我想请问，我们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真的不能让我们好好检视我们政府的劳动政策跟总统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差距非常大？总统讲的话绝对不是为了骗选票。我想请问，为什么国民党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执政党委员只能4+2？难道林淑芬委员不懂劳基法？我相信他比我们在座都懂劳基法，可是为什么不让他讲完整呢？总统那时候还怎么讲？这样还不够，政府必须适时扮演管制者的角色，对不对？保护消费者免于受到伤害，保护劳工免于受到剥削。好，这都是总统讲的话，这个我没有去讲他。休息时间了，两个小时，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小时，凭什么民党的委员只能讲4+2？休息时间，立功，休息时间。主席，我们的要求很简单，蒋万安讲多久，其他委员应该可以讲那么久。好，所有委员的权力应该是一致的，应该是平等的。好，没有大小党团，没有蓝绿党团的差别。好，为什么有的委员可以讲两个小时，其他委员只能讲4+2？我们在急什么？赵伟，总统那时候六大劳工政策，第一个就是缩短劳工的年总工时。总统说，我们要以减少年总工时为目标，使劳工获得更完整的休息权，让劳工让工作休闲与家庭生活获得更好的平衡。在每周40工时制度实施后，除非有少数例外，劳工每周休假两天。应参考公务人员的经验全面落实。公务人员有7+1松板吗？公务人员有所谓轮班8小时吗？总统那时候是怎么说的？总统说应参考公务人员的经验全面落实，同时劳工的退休假也要贯彻实施。对劳工普遍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我认为我是蔡总统，未来认为蔡总统认为未来要提高加班工资，并且彼此间相互配套。总统还说，遭到滥用的劳基法84条之一，也就是责任制工时，应修法限缩。
总统说的是要修八二四之一啊。对啊。总统选前承诺是说要修八十四之一。继续开会。也就是责任制动词。请你尊重孔文吉委员。针对社会公众生活正当需求的特殊动词形态的立法规范。我身为我们要一步一步降低劳工的年总工时，还有十这都是总统讲的。总统说的要修八四条之一，责任工时，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逞英雄。蒋万安可以讲两个小时，国民党可以讲两个，哎，这妨碍自由。我再讲一次，你若连续妨碍自由。你不要这样干扰其他委员的权利，好吗？你要要求其他委员来强制发言，但还有十几位委员要发言。徐永明委员，张伟，你要强制徐永明委员要求其他委员，你已经违反了我们发言的顺序。你们时代力量也没有来主席台跟我们换顺序，你高兴上台发言就上台发言，现在还要干扰孔文吉委员的发言？你现在正在干扰其他委员，你在侵犯其他委员的权利。高伟，你要做这个事吗？你要让他们这样子强制排除吗？孔文吉委员发言。这都是蔡总统讲的八二四之一。请孔文吉委员发言。蔡总统讲的要修八二四。发言时间嘛，现在不是你的发言时间吗？徐永明委员，我要请你离开发言台。不要暴力，不要暴力，对待我们立法院的同事，不管是哪一党，请民进党的委员不要暴力对待我们的同事。不要用强力暴力排除，可以发言，尊重我们同事。这不是你的发言顺序，请你尊重我们还有十几位委员的发言顺序。我们有十几位委员的发言顺序，你站在那个台上，你要如何让我们的部长可以发言？徐永明委员，你这样子侵犯了孔文吉委员以及后面十几位委员的发言权利。徐永明委员，你这样子会干扰后面十几位委员的发言，你正在侵犯后面十几位委员的发言权。你这样占领那个台，让我们的委员没有办法上台。赖院长说委员没有时间表，哦，既然没有时间表，那就不应该让委员，那就应该要让委员们好好的发言，不要限制委员，不要限制时间。请离开发言台，让我们的部长可以接受其他委员的询问。针对如果你们还是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凸显民进党的心意已决。好，我们先休息。不敢将这个版本接受大家的考验，也不敢让这样的版本让外界能够充分的讨论。不再听，太难看了，太难看了。谴责暴力，朱正清放手。哎，苏三清，放手了，开口了。打败龙起立。点点了，放手了。点点了，吴少帅。你点点了，吴少帅。你小，你敢一点啊？你们大欺小，你们那么多人，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一个人。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啊，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一个人，你们还是大丈夫吗？哪个人？可以了。这边不外代志，对呀，你看别人了，照程序来了，照程序来了，太难看了。凭什么？你们民党要阉割自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你民党要阉割自己，照顺序发言。我念的是蒋介石、蔡英文，2016年讲的是。所以你有无限，你就会被人家拿来拿去。
没有啊，你是，所以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自己解决要来谈？啊，咱谈自己协调。就等，就等。你给他收掉，啊，这个尾钉尾钉收回来吗？那只收回来好了。然后可不可以先把，可不可以先把这个修好？这个只是线坏掉而已。啊？稍微就这样做。是不是不是，我说这边要修好，这只要修好，那只没有声音，他是找这条线，可是找不到那条线接。委员没有大小啊。两个小时的要求作弊吗？太高吗？散会了和徐永明共产党领导给两个小时不行吗？院长都说无限时啊，没有时间表，讲两个小时有问题吗？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孔文吉委员针对二十四条修正提案发言。主席，徐委员已经，他那边没有麦克风了，你这边讲话，谢谢。那我现在讲给谁听啊？你这个彭文琪委员，你的发言都是麦克风，都有列入记录，而且我们这边已经清出来了。徐永明委员，请你不要干扰孔文吉委员发言。可不可以安静？好，安静。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好，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发言针对第二十四条修正意见提出。主席啊，时间4+2，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啊，那主席，我在发言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请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啊，请你尊重台上发言委员，谢谢。尊重周委，好不好？尊重其他发言委员，好不好？好，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好，啊，谢谢主席。好，啊，各位委员，啊，今天。本席只有6分钟啊，我觉得我们要审一例一修啊，每个委员都是公平的。啊，刚才那个徐永明委员他讲说，上一次蒋万安委员讲了2小时42分钟，为什么他只能讲几分钟而已？大家委员都是一视同仁，但是本席是已经看到徐永明委员呐，在立法院为了审查一例一修，被民进党啊强力排除2次。这个是本席所不厌倦的，啊，所不厌倦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例一修的处理这一方面，大家都要尊重各党派不同的意见。今天这个时代力量说要2小时，啊，当然主席也是为了啊这个顺利的来审查这个一例一修啊，但是他们的声音呢，啊，我是希望能够听得进去。这一次。劳基法的再修正啊，民进党为什么要那么急啊？你们有没有听到外面这个劳团的声音？同样的劳团，同样的声音，在一一的指名点姓，请你们回头是岸。你们有没有听到嘞？高志鹏委员，不要说录音的啦，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我不晓得是录音还是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我们劳团的声音，请民进党一定要听到我们劳团他的声音是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的修正啊，把这个加班费最高时数的加班费要核实计算。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工作的环境，一个是薪资过低啊，一个是工时过长。那你们现在又要把它修回来，然后呢又
更让这个轮班的间隔从11小时降低到8小时，最后还提出了所谓的3道关卡。本席要在这里啊，代表我们原住民的劳工啊，针对这个一地一休啊，我们原住民劳工可以说是所有劳工团体最低层的，几乎在都会区工作的80-90%全部都属于劳工阶级。大家还记得10几年前我们阿里山有一个周族的一个年轻人，还不到20岁，叫汤英生，他就是因为被雇主压榨剥削，工时过长，然后呢压榨他的工资，不按时发放。有一天他就喝酒把那个雇主跟他的家人啊杀掉了。那这个汤英生呢，不满20岁就被枪决，被枪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例一休要怎么样改善我们劳工的整个工作环境。我今天看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我曾经在11月22号的时候，我主持了一个协调会，当时那个苏花改工程，我们的工信工程得标，但是他的下包呢跑掉了，不发工资。我在立法院召开这样一个协调会，我以为说那些成型代表全部都要来，20多个全部原住民的劳工，在南澳乡，在秀林乡，在做苏花改工程。后来那天开协调会，没有一个成型代表，没有一个原住民的劳工到立法院来开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怕他会被雇主开除掉。这个就是所谓的你那3道关卡，你会有效吗？因为我们原住民的劳工啊，他也没有加入什么工会啊，也没有参加什么劳资的会议。我们现在有100多万家台湾的事业单位，100多万家，只有7万多家的事，还有我们的事业机关只有7%是有成立工会的。原住民有参加工会吗？原住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的工资领不到，劳资纠纷的问题啊，工资领不到，都被雇主压迫，都被雇主剥削，然后而且工时也被过长。国际劳工组织啊，他签订了第47号公约，刚才林淑芬委员也提到了，1935年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他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到40个小时。我们今天啊，跟1935年的国际劳工组织所规定的40个小时，我们是反其道而行。所以我今天要问民进党，这一次修法为什么要跟资方，为什么要跟财团走在一起？您不是夸口口声声说要照顾劳工的权益吗？那请问这一次的劳基法的修正，为什么我们劳团他们的声音你们都没有听到呢？所以我在这边啊，针对第24条的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啊，我还是基本主张还是维持之前的啊那个规定。我们想说借这1到4啊，5到8，1.33啊，1.66，这样给雇主更加压力，然后呢也不会造成雇主说随意叫劳工来加班，才能够维持一例一休他真正的精神。所以本席还是主张啊，我们的第24条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来的啊，不要进行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条文啊，把那个第3项删除。好，谢谢。好，谢谢孔文吉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立成委员针对24条修正内容提出意见，时间4+2。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很多，我们很多委员谈到我们劳工，不管是过劳还是我们的就是赚得非常的少。其实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全台湾就有52万个新住民，那我们也知道一般的新住民姐妹从事的都是劳力的工作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新住民在工作方面呢，不管是在所谓的就业，还有很多就业纠纷，还有我们整个食宿方面呢，是都不合理的。那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劳动部号称我们的劳基法是要针对我们基层劳工的相关的工作去做一些配套跟照顾，但我不知道说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劳动部长主席，请劳动部长。好，请部长。委员好，好，部长，您知道我们全台湾有多少个新住民是在就业市场里面被所谓的歧视，还是我们被剥削的吗？您知道多少吗？这个部分我并没有统计数据。那您知道我们整个基层的劳工的新住民大概有多少人吗？这个新住民就业的人口数，这个可能你什么都不没有，那为什么就提进来了？我们这第24条针对我们新住民里面到底有哪些是非常不合理的，您都没有去做相关的统计，你都不知道人家长的人在干苦，您都坐在台上面，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对，我这个条文是针对所有的劳工，好，所以我并没有针对哪一个新住民的部分。但是呢，我这个地方我的加班费并没有变动，那么我只是在这个他计算的方法的部分。那我如果一到劳资纠纷的时候，我们新住民要找什么人？您说要组工会，那您知道新住民现在都有组工会吗？我当然知道。这个是各行各业，他们自己可以，他们自己可以，劳工自己去组工会，只要适用劳基法的劳工都可以组工会。那他没办法组怎么办？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辅导，我希望。那您有辅导到新住民组工会了吗？这个部分只要他都没有嘛，都会去辅导。我为什么只谈到新住民而已？再来下面来跟部长谈一下了哈，我们全国的劳工，部长您有认真听一下我们外面劳工的诉求吗？有，我们都听到了。好，他诉求是什么？我想他们的第24条的诉求是什么？24条他们的诉求我们听到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做到吗？我们24条的部分，我们加班费率的部分并没有变动。我们希望，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讲，由于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所以很多的劳工朋友他想要加班，可是呢，雇主可能因为这样会增加他的成本，所以呢，他不给他加班的机会，以至于实质的影响我们劳工的经济上面的一个收入。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采用核实计算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雇主就无工会、无给加班，那我可以跟老板说我要加班吗？可以吗？当然，加班是双方他们有需要，他们才会去加班嘛。所以呢，那个部长，您是站在劳方还是资方？我当然是站在劳方。您确定您站在劳方吗？我也没有怀疑我是站在劳方。您说的总法是站在劳方吗？那您以为外面？我是站在劳方。那今天在外面抗议的是劳方还是资方？我想应该是劳方吧，但是呢，是里面有什么样成员，我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您如果今天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诉求，在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来这边抗议吗？那您不要怀疑，我们劳动部一定站在劳方。我不是怀疑，我们是肯定，劳动部是资方部，所以呢，劳动部在这边，在整个实施上面、整个规定上面。整个福利方面都没有为我们劳工想嘛，不管是我们本国的劳工，我们新住民的劳工，刚刚连问您最基本的，不要说全国的劳工，连新住民的劳工您都没有关心啊，您也不知道说，我们关心的是全部的劳工朋友哈。所以您有关心全部的劳工的朋友，您以为外面的劳工都是在喊假的吗？他们的诉求我们听到了。什么人说是啊？嗯。请站上来看啊，劳工在喊假的吗？他们的诉求您听到有做到吗？我们都听到了。有做到吗？可以做到吗？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这样的修正法，好不好？谢谢。您只听到资方的声音，民进党在选前，民进党在选前承诺我们劳工什么？部长，请您再陈述一次，当时总统选举的时候承诺我们劳工什么？我们周休二日，我们做到了。有实质的周休二日吗？部分我们做到了。是，哎，我们还有、这个，请我们全国的劳工听一下，我们的资方部长做到了，根本没有站在我们劳工的立场，您根本就是资方部长嘛。
委员，谢谢您的指教，但是我想劳工朋友的权益是我们劳动部最注重的，好不好？谢谢。是哦，您注重在哪里？谢谢。谢谢，我们这一次的调整就是因为有劳工朋友来。我们劳基法谢谢一年修两次啊，哈，以前说不支持国民党的，不支持民进党的，请就是不票不支持一立修的，请票不要投给民进党。那现在呢，请大家明年记得我们选票。记清楚，什么人是把我们一年的，不管是资方、劳方都觉得很烦的？为什么烦？我必须要说了哈，有些资方说啊，你一年改两次，你只是改什么？那劳工呢？我好你欺负欺负透透，你们选前的承诺，选后都没有了。选前说站在劳工是最软、最软的，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肉，那得是什么吧？较好软食就对啊，较好欺负就对啊。最软就是柔软，把你揉起来丢掉就对了啦。选票利用完了，丢掉就对了啦。您知道在场不只是外面的劳工在喊，在场有多少是适用劳基法的？你有问他们吗？谢谢委员，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经过我们的了解之后，您经过资方的讨论啦，资方以大家都认为这样的讨论而已啦。我们劳工的声音呢？好，谢谢。你以为我们劳工在做功德吗？林立财委员，针对第二十四条，你的发言时间。我希望说，刚刚我们讲的四加二这些劳工的声音呢，部长您可以再回头是岸呐、啊，不然呢，你也双撇列怎样？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中统召委员，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在座各位同仁，还有一位媒体记者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就针对逐条的审查。啊，我们今天逐条的审查，第一个大概就是针对二十四小时所谓的工资的一个核实的计算。啊，我个人是主张工时跟工资应该切开来做计算。那工时的部分，是不是要核实的计算，这个可以讨论，但是工资的部分，我希望能够保留现有的做一算四。我想为什么要保留啊？最起码国定假日的一个规范啊，他出勤一小时也是给予一天的薪资，那没有理由休息日的出勤是做一小时算一小时。那对于这些劳工朋友，可能也破坏了他的当时的休息日的一个美意。那当时国定假日的一个涵释也非常的清楚，因为国定假日或者例假日的一出勤，可能已经破坏了劳工的休息日。所以基于当时的一个涵释，我想面对的二十四条的一个修正，其实当时我们提一例休的时候，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降低年总工时，也希望能够透过休息日能够让劳工也保有身心健康，或者说保有他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让他也不会脱离社会，不会因为时间投资在工作的职场上而失去了他跟家庭的一个互动，或者跟社会脉动的一个互动。所以基于此，我们休息日的一单的出勤，如果说我们的出勤如果是被破坏，那么我希望能够保留现有的工时部分可以核实的计算，但是工资的部分能够保留做一算四。这一部分建请行政主管单位也能够一并做考量。另外一个，对于当时我们的修正是希望能够针对一例一休修正之后能够以价质量，这以价质量其实基本上当时我们的理由
就是让雇主保有弹性，那劳工的出勤的加班费也有所增加。那根据劳动部自己的报告书里面，或者说主计处的统计报告，也非常的清楚，这一年下来，我们的工资实质这个工资有增加，而我们实质的工时也有降低。如果因此而来做一个修正条文的一个修正，那我在这边会建议，如果我们都朝向是正面的，那对于这一个法律的一个修正，是不是有重新考量的一个机会？最起码工时跟工资应该做个区隔，做个区隔，让工时回归到工时，工资能够对于劳工朋友有一个比较优厚的条件，这也打破我们一直迷失在所谓的劳工为什么要加班，也可能是在于他的低薪。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休息日，能够在逐步落实周休日的同时当中，让雇主也有弹性，让我们劳工朋友在休息日的出勤当中，也能够得到适足的一个补偿跟加班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增加。那在这边针对24条做以上的说明，也请行政单位也能够一并做考量。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孔昭委员。我这边主席先宣布哦，如果还有修正动议要提出的，请在12:10之前送到主席台上哈。各条的修正动议哈，有针对这8条的修正的修正动议，请送12:10之前，送到主席台上。接下来我们请这一个李彦秀委员换掉了，对不对？请张立善委员，谢谢。好。喂，好，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发言程序是依照上上周大家所签名的顺序，所以就是今天的会议突然来了一个权益问题。那如果假设这个权益问题成立的话，是不是要重新大家来签名整个发言的顺序？但是今天的招委却用上上周的发言程序来进行今天的所有的会议议程，本席还是要提出，民进党长期以来还是运用所有议事规则的骗术，之前的一事不二议，到现在突然变更议程，但是沿用上上周的整个发言的程序，这是完全违反会议的程序，而且是程序不正义。我再一次的重申。其次，我想今天呢，大家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进行劳基法的修法之前的一例一修，过度的草率急救章，从去年的12月6号到现在，进行了将近满周年。如果诚如之前民进党所言，是一个进步的法案，是一个站在劳工朋友的这个立场所思考的一个法案，那今天呢，不会做第二度的修法。所以也就是今天的修法能够再像以前这样草率吗？能够再像以前这样急救章吗？所以之前国民党提出来，也就是这次的修法应该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应该要在劳资双方这个天平上不要过度偏重于任何一方。上一次是过度的偏重劳方，这一次是过度的偏重资方，所以这个的天平如何让劳资双方都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也真正能够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我想这次的修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之前呢，我想我们劳动部长
听过很多场的公听会，但是他是有听没有进啊，也就是听了以后呢，他觉得这只是过水，这只是行政程序而已，所以没有把真正的问题反映出来。那今天呢，再一次的进行修法，我相信国民党是非常理性的，有的条文呢，我们没有意见。比如说你所谓的这些特休日要延长到一年才来计算，这是有弹性的，我们也 OK 啊。但是今天针对隔时计算，我想要在这里提出，我们之前劳动部啊，在87年的时候，部长您请上来听好了。好，请部长。好，部长，嗯，好，你听哦。劳动部87年的时候，台劳动二字第039675号函，函释当中写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因为劳工于假日工作，即使未满8小时，亦已无法充分运用假日之故。故公司应该加倍发给。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劳工假日出钱工作时，在8小时内应依前开规定办理；超过8小时的部分，应依同法第24条规定办理。这是考量劳工通勤成本已经无法运用完整假日的补偿，这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你再次的提出修法。因为你说因为之前一例一休的问题造成很多资方挚爱难行，我不晓得挚爱难行的地方在哪里，也就是今天我休假日我要出门上班，纵使我只有加班1小时，但是我的休假日是被破坏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出勤上班没有相对合理的酬劳，你想有没有压榨劳工？我想这个部分也就是今天劳团为什么在外面抗议所有的理由，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点。所以今天我想请教部长，你所谓的挚爱难行到底问题在哪里？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谢谢。我想当时我们并不是用挚爱难行这样的一个文字，我们是因为说在这一阵子我们了解的结果，那么劳方朋友他们也跟我们讲说，其实呢资方有时候需要他们加班，可是考虑到我们现在休息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它是比较高，然后呢他的这个做法是做一给四，所以那么资方就可能因此就不给他加班，那因此呢劳方这边的经济上面的收入就相对的减少，所以呢在我们了解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核实计算。嗯，好，部长，你是劳动部长，你应该站在所有劳工朋友的立场。是，你知道现在统计啊，全台将近1000万的劳工，这劳工当中啊领到薪水不到3万块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包文，这个薪水3万块以下跟我们这次的修法是没有关系的。部长，我这次只是要处理加班费的这个问题。好，部长，那你认为我们劳工是希望加班还是加薪呢？当然他是希望加薪，但是加班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好，部长，我想你今天完全没有站在劳工立场啦。今天你今天要检讨的是什么？今天为什么台湾是这么长工时低薪资？你劳动部长是有责任的。这个今天你竟然说今天的修法当中没有谈到劳工的薪资，难道你就是跟我们的赖清德院长一样吗？大家来做功德吗？做功德啊，是邀集要邀我们所有的公部门、公务人员，包括我们所有这些代表。民意出身的立法委员，我们要身在公门好修行，不是叫捕风捉影的消防员，也不是叫长照服务员，全部去做功德。部长，谢谢委员，做功德就先啦。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劳工朋友的贡献，劳工真的很辛苦，他们的贡献也真的是大家都看到的。谢谢委员。部长，谢谢。我觉得你的回答是有口无心。
你好像在放录音带一样，而且你讲的话完全没有去体恤所有劳工的立场。谢谢有人指教，谢谢。我却不胜任劳动部长，请你不要这样说。劳动部长，你要真正捍卫劳工的权益，今天不是完全站在财政或资方的立场。我今天是站在劳工的立场，因为劳工朋友告诉我，他有这样的需要。不讲，我们务实面对劳工真的想加班吗？我们真的劳务真的想加班吗？问题，今天台北一切大学的，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请你来指导。今天不劳死，今天不劳死，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痛吗？你难道不心痛吗？连续工作十三天以后，你知道连续工作十二天以后啊？他本身心肌梗塞的比率多高你知道吗？是一般正常人的 2.77 倍耶，尤其是医护人员，假设他每天工作超过11个钟头以上，他在医疗环境是有安全疑虑的，会造成病患本身面临很大的危险，这样的比率高达到 37%。甚至我要告诉部长，当你这个修法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政策杀人，你知道吗？会变成政策杀人，你知道吗？因为你的修法拿了一把刀，叫劳资双方你们自己去谈。但是现在有工会的才几趴，才几趴，根本不到10%。所以你今天呢，不到10%的工会。你说你们劳资双方自己去协议好了，那你的政策定在那里，但是呢，真正把一般例外的时间已经到了，变成常态，那不是政策杀人，那是我们的原则还是周休二日？我们的原则是周休二日。张立善委员，请尊重后面委员发言时间。你今天打破七休一哦，以前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的精神是什么？你核心价值说，因为台湾是最长工时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了保障劳工的权益，张立善委员必须要让劳工充分的休息。张立善委员，所有的七休一已经被你打破了，所以就是表示什么？表示我劳工呢，在你的政策之下，上班十二天都完全也没有违法呀。张立善委员，有一些是在后面的条文，政策杀人的时候会让上来发言。所以今天呢，规定什么4+6，4+6真的能够充分表达吗？有一些是后面的，后面的真的能够反映有一些劳工朋友的条文。再请您上台发言，是是，请注意时间。所以今天我一开始我就讲了，张伟，你今天运用上礼拜的发言程序，但是你今天呢？又运用你的议事运作的技巧，处理哪有帮忙讲的？不可以这种。让每一个委员表达的时间只有限制在4+6，这叫做4+2，这真正是整个的程序正义吗？张立善委员，不要每一次都要硬熬，每一次都要假所谓的正义之名，但是呢？其实是什么？张立善委员，是集权霸凌啊！好啊，你时间到了啦，拜托了，你要七条让讲了啦。赵伟，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讲你今晚讲完了，今天的会议程序是违法的，今天的会议程序是违法的，所以你还是按照上礼拜签的这个发言程序嘛，对不对？那你既然承认人家的发言程序，为什么今天还没有依照去上礼拜的，让每一个委员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意见呢？我们要准备让这个林德福委员发言了，谢谢。部长请先回座，谢谢。焦伟，我刚刚讲了哈，来，我们请罗明庆，这会议程序是违法的啦，你这会议程序是违法的啦，怎么可以呀？你自己高兴怎么套用怎么套用，用上礼拜的会议程序在做所有发言的程序，但是呢，结果又来用一个议事规则，所以你们今天呐，知法玩法啦，嘴巴拿的。说是啊，我们依照议事规则，但是事实上有没有互相矛盾跟违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就只有一位人数多吗？就只有一位人数多吗？人数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就可以跟着走吗？就可以随着你们本身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吗？针对第24条，你的发言时间已经结束，请你离开发言台。今天招委啊，完全呐、啊、不懂得议事程序跟规则啦，所以乱搞一通啦、啊，就是这样啊。谢谢，我们请林德福委员，请尊重林德福委员发言时间，谢谢。招委，因为你现在操之过急啊，这第一轮的发言是依照上上周的，那如果你觉得说今天的权益问题，你是同意而且拍板定案的，请那应该要给大家第二轮的发言，其他委员发言时间，赵伟要开放给大家第二轮的发言时间。对，你现在第一轮已经发言结束，请你离开发言台。那同意第二轮发言吗？那也要我宣布，我还没有宣布，谢谢。请你先离开发言台。对呀、啊，你四加二才六分钟哎、欸。这个议题这么重要的议题，我们真的所有，我们总共有将近900万的劳工，我们总共有8条的修法，现在是针对第24条内容提出讨论，有到30个吗？有到30个吗？这是登根本就没有嘛，发言的啦，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嘛，请你先离开发言台，让其他委员发言，谢谢。所以请你先离开发言台，让其他委员发言。所以嘉伟，因为时间太短，啊、所以拜托你理亏，好其他人给你恭维。上上周是让大家畅所欲言，你发言充分表达我的意见。那现在呢？现在你同不同意第二轮发言？请你先离开发言台，谢谢。我都没有宣布啊！我现在没有宣布，请各位委员不要自作主张，请王惠美，请张立尚委员先离开发言台，让林德福委员发言。乱来，这是嘞？请林德福委员发言。哎，就无讲话，你去啊！你家己讲懂的，你讲未开。好啊，来排除啊，来排除啊，来排除啊，对不对？哎，真的还要用这种方式吗？请林德福委员针对修法条文第24条发言，时间4+2。焦伟，今天的程序是不正义的啦，今天的程序是完全违法的啦。所以今天这么多的委员在这里，包括你们刚刚民进党的委员，对于你们的修法还是有很多的意见呢、啊，对不对？包括时代力量也有意见呢、啊。那这么多人都站在劳工朋友的立场，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完全罔顾劳工的声音？而且你们以前说的那一套，跟现在这一套有没有互相矛盾？有没有互相矛盾？你的而且你们还大言不惭哎、欸！我们你们还大言不惭哎、欸！如果不支持一例一休的修法，下一次选票就不要支持民进党，这是你们说的、啊。请针对第二十四条修法内容，认为你的一例一休是万无一失，而且是最棒的修法、最进步的修法。那今天发言第二度修法，第二度修法，你要非常清楚哦，没有每次哦。常常同一条法令一直修哦，所以这次要怎么修？修到大家劳资双方都满意，我想这就是我们症结点所在。所以必须要让每一个委员代表所有的劳工朋友，委员如果以900万的劳工朋友，由他们这个人数来算，真的每一个委员都有2分钟吗？4到2分钟的太多，九百万劳工来发言吗？我知道啊，我捍卫你的权利，让你发言呐、啊，对不？好，请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痛心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主席啊，他是医师，陈怡明委员也是医师，我是护理人员。我们看待台北医院、台北医学大学的护理师心肌梗塞的后面，至少还有六，这就是现在就是你们开放的两分八小时，请尊重其他委员表达意见的权利，因为已经有很多的资方、很多的企业开始游说。开始游说什么？游说就说，如果让他八小时，七十平，以目前来讲，休息五个小时就够啦。这样的论述就表示什么？你们今天一次同意的法案，就会成为万年的法案。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慎重。赵立山委员，在所有的劳工朋友大声疾呼的情况之下，我希望你们都要听到，不能啊。假装没听到啦，听到了也当作耳边风啦，也当作这边听这边出去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呢，所有的在场的立法委员，你们有一天呢，也会需要到医院里面去。张立所以如果今天呢，你我的劳工朋友八小时的这个超劳过度，可以到休息一条的时候来发表意见，造成在我们在讨论医院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威胁的内容。病人也会造成很大的不安全。你针对第24条加班费计算这个部分讨论，因为如果休假日时间已出来上班，没有办法符合他的这些支出付出，我相信这对劳工朋友来讲可以说是二度的对他们的霸凌。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站在劳工朋友的立场，因为能够为劳工朋友发声的委员已经很少了，已经很少了。对，所以请让其他委员也可以对外发言。执政党谢谢，其他委员还有发言的机会，请你不要再站着发言台，请不要在发言台让其他委员可以发言。张立善委员，那这些所有劳工朋友怎么办？委员，这些劳工朋友让其他委员发言。张立善委员，请离开发言台，让其他委员发言。能够修法的，请张立善委员就是遵守主席的职权，你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你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超过了，不要让自己的权利在睡觉，让其他委员发言，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张委员，主席提醒你，你已经超过时间了，请让其他委员发言。难道还有封闭在野党的嘴巴吗？还有封闭在野党，不要超过你的发言时间，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主席职权，你们会不会太过集权？其他委员发言，我让大家发表意见呐、好了，可以了。总召话你来讲啦，你也站在劳工朋友立场讲几句话嘛，摸摸良心嘛，摸摸良心嘛。我们请林德福委员发言。我叫的是我们的总召啦。对，现在就是他要等一下的。继续讲，赞成。今天的赞成，继续。总召说继续。林德福委员。有啊有啊，委员就在那边。请上台发言，焦伟。焦伟，我刚一直在讲，请你尊重主席职权，我是承认上上周，请尊重委员职权，上上周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哦，请尊重，上上周，请尊重主席职权，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意见哦。今天我背负了全省的医护人员，因为请注意，现在叫全国，没有人在讲全省了，是深圳从事护理工作的。所以从事护理工作，我最能够体恤了解所有医护人员，他本身所付出的辛劳。你现在讨论的条文，如果今天休假日我出来帮忙做所有的工作，医护工作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些病患，但是我的休假日我可能光去做一个钟头，但是我的交通，我所有的这些时数都超过了，所以我们希望，就算休息日出来加班，我们一定要符合相对的这个付出应该有的酬劳。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也就是针对各行各业，就算你今天的休息日要加班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因为你的休息日是破坏的，你的休息日
是完全支离破碎的，你是没有办法带着你的家人去享受休息日的这个天伦之乐的。所以很多在这个时候应该要站在劳工朋友的立场，我们要代表发声。如果今天这些声音你指点你们的执政党都把耳朵捂起来，完全当作没听到，完全当作没听到。那这劳工朋友会不会很心寒？以前支持你们的，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心寒？加二的标准，你才有办法站在这里讲话。你现在有办法站在那里讲话，是你前面的每一位委员都遵守了四加二这个规定，请你也尊重这个规定，让后面的委员。因为我要告诉我们的招委，请您现在用的跟你一样发言程序，发言。你现在用的发言程序是上上周发言的大家签的前面的委员都遵守了，所以你也必须尊重上上周在这里发言，大家都提出来，不要大多数同意的发言的机会去那个阻挡了，叫做什么？顺序委员，当你逐条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大家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受任何的限制，要能够站在劳工朋友的立场，尽量的发声。这是上上周大家以多数表决通过的。那今天呢？你只有运用你想要做的，一边拿着上上周的会议程序，拿着上上周的发言程序，逐步的邀请大家上来。但是你要记得，如果你承认上上周的这样的一个，你现在能够一直来到发言，那你就要同意上上周遵守了大家过大多数时间。所有委员同意的，如果畅所欲言的话，那你的发言时间会是明天下午，让大家畅所欲言，对不对？那今天怎么会这样呢？你明明就知道，我们国民党都没有权力了，你们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嘛，说一套做一套嘛。你们是多数暴力，对不对？你在讲什么？拿这一套来套用那一套，对啊，就只有用你们想要过的法案，休息就只有用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谢谢。所以今天我觉得赵伟你主持这个会议是严正的这个违法，严正的缺失。请问快点，休息三十分了。真是怕他三十分以后，这边会给他们。好，我们休息半小时，12:30继续开会。